相信我，医生，你怎么样了？。你好吗，香香？喂，听见我说话吗，女士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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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我是医生，请问孕妇情况怎么样了？昏迷了，我能做什么吗？你看她出汗了吗？没有，但车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是烂苹果的味道吗？是。你找一下她的包里有没有胰岛素的笔，就是一支管状的像笔一样的东西。我知道了。好。找到了。我教你怎么用。我会用的，你放心，相信我，医生。这世界很酷。